大家好，我是六零零，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我两次受孕为什么这么想当妈妈。我觉得天底下母爱是最伟大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断的在赚钱，那妈妈不断的在照顾我。但是当我结婚，我35岁才结婚，那后期呢一直想要孩子的时候，孩子一直迟迟没有来。当你得不到的那种爱，你更迫切的很想说为什么没有，所以那种渴望是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了。3年前第一次的人工受孕，当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酵素，然后就有去做这个人工受孕。我有在某一方面我先吃这个中医的调理，然后调理之后呢就很高兴的，这个因为那个胚胎传厚了，所以可以去做了，那么又割了肌瘤，所以总共我耗了3年的时间之后我才去做。做了之后能够成胎了，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又不知道要吃什么，所以我就乱吃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呢造成我那些补品并没有补到我，反而是造成了我非常遗憾的流产了。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师姐，她是在享用这个CNI。那有一次呢，我就偷偷的跟她说，我说我身体很弱，我怎么样。她听了之后，她就说，你相信吗？我介绍一样东西给你喝。其实一直以来我已经对补品没有太大的信心，因为第一次的问题，所以第二次我心想，真的那么灵吗？真的那么神吗？他所讲的CNI所有的好处，当然大家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这么老了，还能够生孩子，在医学界呢也是一个传奇，然后跟只能说4个字，非常幸运。但是我觉得幸运不幸运我们搁一边，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当一个妈妈，最重要是一定要把身体调好。那酵素帮了我很大的忙，是我在怀孕的时候我要工作，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怀孕，我也没有公布，因为我怕这个过程我不能够完成，不能 complete， 所以我也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我的亲人，所以我也不知道吃什么，我只靠酵素，每天就是喝，早上喝一包，我也没有喝特别多，就早上一包晚上一包。但是我的怀孕的状况呢，是医生说一直检验，因为我每个月都在担心，就 一路走来都是很安全，孩子很活跃。我好像我生孩子到现在快整年了，孩子快1岁了，我都没有再吃高血压跟糖尿病的药。我觉得他一直都帮到我，就是小孩子出来也是很健康的，而且很活泼的，很机灵的，所以皮肤也特别的棒。如果没有生命酵素的护航，你想我50岁要生孩子可能吗？没有酵素就没有生命，生命酵素让你健康每一天。